即马是咧休假期间，被盗个案件是一直增加。调查局台中市调查处就抓到甲对花合作被盗个集团，当场超出100多公斤的 K 他命，估计这市面上价值是超过4亿。头前的车辆将白色的胶啊冻掉的，随后调查人员紧的砸车，将黄赌集团的车手压在涂骹。警员将车的后斗拍开，内底藏了两个大纸箱啊，拍开一看，拢是分装好的高纯度 K 他命，正义就伫眼前，警员想要乱骂乱袂掉。真歹的，真歹的。有没有小刀？干完估计，这些 K 他命重量超过160公斤，市价超过4亿，家财拢被砸落来。看准暑假这个时间点，向阮甲大陆的贩毒集团合作，伫对花制造高纯度的 K 他命，准备南下来卖，却被干完锁定。如果让他在这个暑假销售出去啊，可能会影响到全省哈、全国160余万的学生呐、啊。另外，台中宏源警方嘛伫执行临检的时，嘛伫一间游艺场查到20多岁老成男子，那是通缉犯，还佫带有真侪包的毒品，以及贩毒所得800多元。警方表示，暑期确实贩毒案件嘛增加袂少，伫顶一波护苗专案了后，所落来佫继续来查起，全力防止毒品扩散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